要再 cue 阿杜了，你这些坏蛋。李哥太太双逼豪宅人生，喝咖啡合体许如云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回到李科太太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有着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高学历的 YouTuber 李科太太，因为在矽谷创业失败，砸下最后400万创业基金，转行当起 YouTuber 爆红，更和蔡依林、黄子佼等人合作。八日就看到他结束与许茹芸的直播后，一起到餐厅觅食。镜头拉到餐厅里，哇，好像同时看到不同风格的许茹芸呢。李科太太先是默默滑手机，等到许茹芸洗完手回座位时，两人才开始交谈。我们真的有这么像吗？用完餐后跟彼此的替身互道再见。接着李科太太开着要价328万的 BMW 轿车离去，回到中山区每平105万元的豪宅。其实咱们三日也捕获野生的李科太太现身咖啡厅外，一下当地头族，一下和朋友闲聊几句。这猛男一看跟阿杜有87分像哎。我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过了5分钟后，要在458万起的宾士开到面前，不过司机似乎忘记解锁，让李科太太频频拉门把，萌萌的。娱乐动新闻，以后不要再讲阿杜这件事情哦。但真的很像吗？报道。